文老爹赶电玩。又误，不要再讲了，干！我刚刚他妈的要擦眼镜，那眼镜就破掉了，擦个眼镜变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害我现在看你们的那个字啊，我都要他妈的缩到前面去看。这什么烂眼镜啊，擦一次就破掉，擦一次就折成两半了。记得我配了也快一万块，怎么那么烂啊？我没有眼镜真的很麻烦，我看你们字我都要稍微眯一下才看得到。先用胶带捆个三十圈顶着用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用胶带捆起来吗？还是我一边带一个，这样带一边，这样是不是很像智障？人家会不会觉得我那个韩国人看到会说，干台湾人怎么那么穷，没眼镜还要他妈的看跟智障一样，这样像不像那个怪盗？那个叫什么神偷怪盗是不是？好，今天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可以看到战斗力吗？嗯，收藏品75%，三指变战斗力90%。坏掉眼镜卖你，送你都可以啊，靠北，你要这干嘛啦 ？Korean people number two， Taiwan number one， 我把眼镜都震碎了。我老婆说你眼镜怎么了？见钱眼开吗？好嘞，回盘中，我现在抽变身，好不好？我的变身呢，只缺蓝色的，缺黄金巡守、黄金骑士跟黑虎。虽然呢，我比较喜欢白虎哦，可是这边没有白色的，所以黑色的加紧用。好，然后红色的呢，我缺白金法师，这张好重要哦。好，白金法师，举个手吧。哦，黑虎的台语是不是？哦吼，知道吗？哦，看老爹的台就是可以学台语。黑就是哦，虎就是吼，黑虎就是哦吼，知道吗？可以连续讲五次哦吼吗？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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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靠腰，你去叫女生讲啦，叫男生讲这个。有啊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好来，皇后先按掉。来，各位观众，不会这样中的吧？这里啊，干。卡斯伯，怎么都补一些我没有的，都补一些我有的，又有了，又有了。平常哦，就要扶老太太过马路，知道吗？哦，看到老太太，每天过年期间哦，就站在马路上，站在马路上拿一张凳子在旁边等，哦，知道吗？就可以像我这样子，克特来一张 ，Nope。靠腰没关系，我们现在也五红盘了嘛，对不对？又有了，你们还不相信我说的吗？为什么昨天晚上老爹没有开直播？因为我昨天晚上都在马路啊、哦，我在台中市各大马路巡回。这个 ，no， 靠腰，弗洛伊德，不到中洞了，各位观众。又有了，科特该来呀 ！No， 哎，又中了，来，近距离命中，没了，没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只差科特跟这只斯克巴，我就全部补满了。我只差两张，一蓝一红。我就把所有的娃娃补起来了，所有哦，我只要再抽到斯克巴跟巴丰特，我是所有的卡牌都满哦，所有卡牌哦，吓死人哦，吓死你！老爹，你眼镜用胶带从前面直接两个镜片贴起来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有用耶，
但都是韩国人害的，好像有，好像有搞头，我贴看看。哎、欸，有用哎、欸！干，你是在眼镜行工作的吗？有人在call打架，那我先打一下好了，晚一点再来抽好了。Hello，Hello， 老爹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发财！等一下打跨服了，一只是两只都打飞了，纸片两只都打飞了，一只纸片，一只是不是 ？OK OK， 王要出了，王要出了。哎、欸，出在我这里耶，干！看我这是哪里、啊？我在一之一啊。这个网会主动攻击吗？啊，有人挂机会。那个网会主动攻击？不是，有人在挂机会打他啦。是要在一之一传点等吗？一之一进来，一之一直接进来。来啊！来了来了来，准备，大家准备，大家准备。哎、欸，这一波可以哦，台湾联盟的赶快来哦，这一波是我们壮大声势的机会啊，赶快赶快。哦，他们在打咯，谁在打？你说斗牛犬的王？不是，对，我看到斗牛王在中间。Go， 干掉，干进去，干进去，打斗牛犬的王，打斗牛犬的王，全部集火，斗牛犬的王。哎、欸，门口塞车，门口塞车。我们是不是要架好这个阵型啊？哎、欸，现在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扛这只王啊？塞你娘！一定要有个人帮我圣戒，然后来，宙斯一到十二。有没有比小剑更硬的骑士报名？应该是没有。我要上去自杀是不是？那可以打了。那个叫胡瓜给我上来。胡瓜干没有胡瓜怎么打了？干！今天好不容易可以打王。胡瓜说我要回娘家了啦。不是啊，他下午还开台。我们把不要追，不要追，不要追。我们把王房王房门口堵着，不给他们打。啊，我们思考一下怎么吃这只王。操你妈！天哪，好不容易第一次占领王房啊，没有人，韩国人是今天除夕夜是不是啊？我们好不容易占据了王房，可以找人来吃王吗？干，王空在这里没人打，那小，来，哎、欸、来了来，在右边，在右边，在右边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你就回来，你让老爹在外面冲就好了。他们没几只毛啊，干。那个 S 开头的那个王族，关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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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里面的妖精可以出来，里面的妖精可以出来。他没几只，没有多少人。我们还是屠龙，这几只都不够看啊！干，没有斗牛犬，跟打酱油一样。你飞了哈？哦，我飞了。我也飞掉了，我也飞掉了。干，现在是宙斯几的人啊？这么多、啊，宙斯十加宙斯十二的，然后 K 还没来。体力已经见底了。斗牛犬来了。斗牛犬也来了。好的，那可以，那可以不用打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今天还是可以乱的、啊。来，抬腿嘛。来，进来，全部进来，一只一全部进来。见一个打一个。等一下斗牛犬会进来，也直接给他死。哪弄的？我去看一下斗牛犬在哪里哦。奇怪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干，他还在仓库哎。那么久，他要进来了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他要进来了。哎呀，进来了吗？进来了吗？进来了。直接给他死！外面还有二十只哦。外面还有二十只哦。来飞飞飞，全部飞，全部飞，不要撑，直接飞，不用考虑了，直接飞，直接飞，不用考虑，不要无谓的死伤。我看一下。好，一只一可以进来了，可以进来了。我们抓绕单的进来。这宙斯死的是怎样？有毛病是吧？来，直接断后。他们全部在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直接飞。全部在大厅哦。直接飞，不要去，不要打，不给讨。来，大家撤退。对。大家撤退。给个笑脸就好了。今天谢谢大家，哦，辛苦了。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新年快乐。有出来帮忙就非常感谢了，非常感谢。好了，各位观众。离开之前帮老爹个赞，祝福各位新年快乐，我们明天见，大家拜拜。